美味的泡芙向来是不败甜品，香脆的饼皮加上松软的塔仕达内馅，让人吃下去立刻就有了幸福的感觉。全家便利超商贩售的泡芙之前就大受好评，现在再度升级，还不快手刀扣入他 Q 的。全家的泡芙有着超商甜点霸主的称号，口感简直不输给甜点店。在原本的香草双馅和伯爵巧克力口味之后，又陆续推出蓝姆葡萄、芒果卡士达内馅与芒果果酱双馅口味、薄荷巧克力等口味，每次都造成话题。虽然已是店内畅销品，但全家泡芙最近又升级啦，除了换成新包装之外，外皮也添加杏仁糖霜，吃起来口感更酥脆。一样有脆皮香草双馅泡芙、脆皮伯爵巧克力泡芙两种口味哦。泡芙内馅一样很爆浆，而且原本的卡士达奶油内馅中又再添加了奶油祭司与北海道鲜奶油，吃起来滑顺不腻口，可以尽量开颗了 Q 的笑。伯爵巧克力泡芙的升级更是满足巧克力控，这次加入了 100% 唐宁伯爵茶，吃起来带有卡士达茶香，甜度更低，搭配香醇浓郁的巧克力馅，适合怕甜的朋友们。这两款都是升级不加价，不愧是网友最推的超商甜点啊。